啲潛力股今日可以提下咩咧？航空板塊啦，可以睇下啦。今日咧航空板塊，啲內地嘅講緊嚇，都唔錯，表現啊，包括呢只啦，呢只咧中國銀行信息網絡，咁今日咧見到佢咧就逆市上升，而且咧逆市上升得嚟咧，佢走勢咧就有咧就頭肩底嘅初形，呢、這個就頭肩底嘅右肩啦，左肩啦，對唔住啊，呢、這個就係頭啦，呢、這個就係頭啦，呢、這個咧就係左肩，咁而家穿一穿上去。就今日穿咗添嘅嚇，有啲強勢。不過咧，就雖然係咁，就係因為呢排細弱啊，就即使係強勢咧，如果朋友都覺得哇呢個好似都有啲潛力，可以留意一下咧，都等佢回一回先，唔好急住。回一回去到咩咧？14蚊到啦，先咧就操作，就跟住咧就用呢個低位比較低水平嘅12.8度咧，就作為指示。咁博佢咧今轉咧啲航空板塊咧就有啲料到啊，點解會有呢度咧？可能博佢咩咧？即係新冠肺炎。新冠肺炎咧 ，Omicron 之後咧，就可以慢慢咧，就成為一個細啲嘅病，或者冇咁毒嘅病，咁啊對咧航空業啊成咧係有好處。咁所以咧今日航空板塊普遍向好咧，可能同你有關係啊，或者亦同內地嘅疫情咧又基本上咧又控制翻，咁有關係。所以咧可以留意住啦嚇，咁等佢回一回先，跟個市回嘅時候咧就低吸落去咧，跟住哇再咧就沿住頭肩底啊呢、這個。趨勢向上走。